啊，这样应该就不会歪了啦。快，跑酷很累。为什么在跑酷？你也可以站着不要跑啊，谁叫你跑的？谁叫你跑的？吃饱闲着。屏障。哎、欸，对，是我。要多久？找到元素了没？你的那个元素干了老半天、啊。有了有了，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，我按了。合成哦。我按了。按了按了。哎，起来干起来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没有，我在干。吹吹，想要被大家一起吹是不是？看看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要。我们大家轮流吹杠杠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等一下吹。一下我害羞，等一下。杠杠要多久？吹吹吹吹吹！受不了了，杠杠！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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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马上就好，我们把连闪做好。连闪？谁知道连闪？要连闪？天哪！吹吹吹！刚刚你这样我们要不行了。好好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真的真的快好。我好紧张、欸。其实原则上我也还没有盖完，我只是觉得这个不重要，就按下去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好哦。年终到了还是什么？年终哎、欸，有年终，我有领年终哎、欸。哇！我年终，年终，我的粉丝你年终，他就发年终给我。哇！年终领年终，八月这么好的工资哦！感谢超级留言。八月领年终，八月领年终，他的年终领年终啊，一年的中间、哦、年终啊、哦！哇，那家佛心公司啊，真的佛心公司哎、欸，一定很赚钱。他搞我领日薪哎、欸，该不会是最近中毒那一家吧？那一家超赚钱哦。还要一阵子就要开那个法说会有没有？刚刚快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可能大部分人没有看新闻，我也没看新闻，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这个不可讲，不可讲。我就只是听听而已。观众看的都是跟上面的，不要跑哦！前面不要跑，前面跟上，前面不要跑。感谢超级留言。刚刚你这样，我们全部都盖的蛮久的，催你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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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养兔子 Google 就有啦。好，哎呦，怎么算？咦，好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东？哎呀，巧克力也太简单了吧！哎，里面还在放烟火。哎，这个屋顶，哎，你们好是这个题目，问字有没有问题呀？这是在什么地方啊？看不懂、嗯，我也看不懂啊！是你自己吗？跟我无关，你不要这样。欸、这个政治倾向好重哦、喔！为什么他的烟火放出来？我刚才看过的那一题，政治倾向喷射而是浮在空中啊？没有，那个没有政治，那个没有政治，那个没有政治。真的吗？看最可爱的那个就好了。哇，乱猜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你这样讲好像有政治，哎、欸，好政治哦。没有那么敏感啊。没错。这真的是最后一题了吗？嗯，哎、欸，我这猜的，我真的很佩服那个人，现在还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们不要搞这种政治，我先看再看两眼好不好？再看两眼，很敏感哦，好敏感哦，好敏感哦，不要猜一些奇奇怪怪的哦，很敏感哦。这个简单到我怀疑我是不是盖错，没有，是不是猜错题目了？没有，你一直都想得太复杂，我们都很单纯。我们一直都不需要有那个五大元素、六大元素，第五元素啊。嗯，好、哦，峰哥，好好想一想。哎，这个好难打。峰、
峰哥，你天花板是你说不重要的东西吗？对对对。哦，我不要吵峰哥，他现在面临很重大的事情，聚精会神。对。我才知道没中。哦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按，按下去，先不要按，想听到就按下去。王哥，你可以边看个小熊维尼，边吃个包子，再想一想。维尼可爱的小熊，那平静一下心情。不是啊，他就盖这样，我要怎么拍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有吗？哦，好像有看到关键字。好，这个，没有，避开敏感了吗？对，都避开了，都避开了。不要脸闪的，怎么会有这个啊？哦，难怪你说不想猜。第一题，杠杠的。订饭店订成汽车旅馆，我猜的还蛮准的。哇塞，这不好吗？这还好啊。你们是两个男的去汽车旅馆吗？四个男的。哦，还是有情境的那一种哦。啊，对，应该说，因为汽车旅馆其实很多，有一些其实一家人去也很 OK。其实是就是那个商业型的那种。对啊，所以你去的，请问你去的是情境型的吗？没有，是有八爪椅的那一种。什么是八爪椅啊？所以你躺在上面过吗？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，看了就知道什么是八爪椅。那个厕所有透明帷幕吗？对，有透明。刚刚那个时候不知道八爪椅是怎样，但是去完之后他就懂了，因为他的室友就教了他。哎，这个还蛮八七的哦，这个还蛮八七的，并没有。所以这个是谁盖的？这是我盖的，就是他盖最久的那个。这个有需要盖这么久？传承汽车旅馆的地址。我刚刚都去过旅馆的。还可以。那你猜的蛮像的。那个问杠杠。那个你们私下可以问杠杠，对对。盖子真的很好。原来只需要盖这么简单哦。对，而且你看他手上有没有？手上拿地图，他应该要去到这个一般的旅馆，就走到汽车旅馆。我等下解释给你听。没问题，你一定懂我。回去这旅馆走出房间。不是啊，你看，欸，他原本里面一个人，他手上又拿很像房卡，有没有？然后走出来就变两个人的房间。哎，有哎，对不对？但是解释完就更像了。我这样讲超像。其实有对，走出也蛮霸气的。对，而且你好厉害哦，而且你很厉害，三个都屠夫哎。这不是重点吧？肯定是我用心良苦啊！我想说，村民应该有什么含义吧？每个点开，哦，都屠夫，谁还会去交易啦？我，哇，大奸！你这为了捧个床塞下去，天花板没有，这个床比汽车还小，超多的。天花板怎么有洞啊？那个还没有补完，哎，我按下去的时候是天花板墙通通没有，然后一。补到最后，刚刚才盖好，就剩那么一点。啊，其实我也要猜，那个把车开进你的汽车旅馆，车子停，直接停在床旁边。那个床肯定滿滿。小鸡，你是不是看到我打的房号才猜对的？对，我原本想猜把车开进房里。进错房。207耶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汽车旅馆207。这汽车旅馆我已经退费啊！那个你们不知道207梗的，去上网 Google 一下。好，我来 Google 看看。你汽车旅馆207就会出现新闻了，好不好？我就不讲了。好，下一个。你看有猜对嘛？对不对？红椰不辣的，不能调甜度，随口说微糖。啊？你知道我理解超久的哦。这还好吧？要解释吗？是什么东西？这解释一下，我觉得他越解释，我们也只会越搞混啊。还是他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冬瓜茶之类的啊，不能调甜度的啊。哦，我平常喝饮料都是微糖，然后我就顺口说，哎，我要冬瓜茶微糖。重点是店员纠正我说，哎，不能这个不能调甜度，然后我还说，哦，好，那改成微糖。
吗？什么？肯定表示你们觉得我盖超好啊？没有人要回应他一下，好坏哦！我在想要怎么做效果，超坏的。哎呀，哦，原来是 1.1 啊！我还想说可以游泳。啊，你刚算了。我以为你不加糖嘞，想喝糖水却没加糖。没加糖。差不多啦，反正都是糖跟不糖的事情啦。对啊，那很咬哦，哦，你了。对啊，看起来像咬。哦，啊，好可爱哦。想喝糖水没加糖。这个我好像也有猜过。糖在那么上面哦。哦，糖在上面。糖好。糖小。呵呵呵，没糖。饮料想加糖，叫成没加糖，哦，有啦，好不好？厉害厉害，有有，很像，他眼睛不一样哎，啊啊，就喝到没糖哎，喝到没糖跟眯眯眼，就眯眼了，嗯，我听到连闪声音了，嗯，然后来来来，这个，哎呦，感觉就很，啊，很甜，但是我里面有加珍珠哦。这是珍珠哦，那不是发霉？可是你为什么是用吸管，要用汤匙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哦，我啊，罚，哦，我钱，罚我钱。跟店员说饮料全糖不加糖，这真的猜不出来啊！什么叫做跟店员说饮料全糖不加糖？欸，这个还蛮霸气的，欸。对啊，这样子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啊，因为这两个里面都有糖啊。这是早茶吧？饮料全糖不加糖。我是那店员，还不先揍你一顿？饮料全糖不加糖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就像点珍奶不要珍珠。哎，我以为那个 珍珠奶茶不要珍珠，不要牛奶。请帮我多加维冰。我来了来了来了，要哈的，用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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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导致警报器响。警报器啊，哦！警报器有没有？哎，有要来了要来了。爆了，是不是警报器响了？因为那时候在用错门锁，在那个，所以这个门打不开。有没有看到这门都不会动？哇塞！哇，对，哎，欸，不是，用心良苦哦。对，放心，那是警报器，所以不会造成任何困扰。猜不对了，猜不对了，歪了，歪了，歪了。电门爆！我绝对歪的，绝对歪的。好可怕！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说电铃的位置啊，电铃按电铃，电铃爆炸，快开门啊！好了，看下一个。哇哇哇哇哇哇！难怪会爆，下去真的会整个爆炸。那按电铃会爆炸。最后再回到这里，最后再来，最后再来，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冷静。看雨水风暴炸别人家。哈哈哈！看起来像岩手风炮在炸。哇！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等下没炮了，没炮了，完了！哎，岩水在上面，在空中，在上面。哎，这里起来，怎么起来？哦，你的连闪就在这边放炮，连闪都闪出去了。白痴！在空中，太好笑了。在，其实还蛮像的。真的超像的，总不是猜在旅馆放烟火之类的，啊，对啊，所以应该是在旅馆放烟火。太好笑了，又不 lag， 这是你的问题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这个嘟嘟嘟好烦哦，喔。我的机票名字打错，还去改护照名，很难改，欸。哦，是哦，啊，真的。我说那时候我就是订机票，然后因为我的名就是。我就是，反正你有点像是那个喵哈券嘛，他姓全嘛，然后你的那个 C 可能写成 K， 就以为那个也通，嗯，然后就后来发现名字不对，然后这样子就不能上飞机，哦，我就去改护照，新增别名，所以我的护照有两个名字。他可以这样改护照？天哪！就是新增别名，而且你那个不能差太多，因为我刚好差没有差很多，所以就可以。这个盖的我真的看不懂，没办法，真的很难盖。ID 卡，嗯，很难盖，我知道。这不能有什么？而且我盖护照的时候，我还没看过护照这东西耶，欸。我知道，这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但真的是，這個，我觉得最霸气的事情，那个身份证的意思。对，它是 Hi 而已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超好礼貌。哎呀，小七，这你盖最好一次啦，啊！你看，小七，你这盖的不错哎，欸。对啊，哎，欸，很有过海关的感觉。右边是那个护照，然后这个是金属探测器。
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你难得带的有像各位看到我瞄准哇，过海关拿身份证给海关看，哇哇有哎、欸，刚刚也懂你，有这个真的很浅显易懂啊，厉害厉害、啊，那我觉得我刚才超烂的，厉害。白痴，我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还有人头哎、欸！哦，原来这是手哦。那这手怎么了？那为什么要拿一罐药水？为什么拿药水？是印章啊，不是要盖章吗？不行啊，盖章哦。这个有国旗的绝对不会让你过的、啊，对面就不让你过了。回复药水跟盖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我想到这个外形长得有点像印章，我就给它弄上去。我不要在一拳后面。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，下次找闪闪跟他来玩是。阿比也差不多啦。演员那个长得很像印章，所以就把他当印章来看啦、啊。我觉得米菲也可以付出一下。好可怕的组合，好可怕、啊，这组合好可怕。你是说错了吗？出去以后还领毕业证书，也不能为难他。出国留学、啊，那个这個、看起来这很像学生，有没有？我还以为你说拿学生过期学生证想。